大家好，今天收拾屋子，发现了大概7、8年前收的两套潮玩。那当时候收的也是二手，全新没开封的。估计现在认识这个玩意的朋友不多了。Chboys 中文名叫生气小子，大概10年前在港台火了一段时间，设计元素还是挺有意思。像我手上这套是面谱系列，一共是有3组，我这里只收了其中的2组，第三组估计现在也很难收到了。项羽、土行孙、汉钟离、重侯虎都是直接用拼音的命名，设计上有点意思，这种开窗式设计挺好的。想看里面内容可以不用拆开包装，盒子有些残，不过里面的东西还是很好的。这一套是重侯虎、重黑虎、后羿，他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呢，脑子可以摘下来的，是个小光头的形象，也就是说帽子是可以互换着玩的。旁边还有些小配件，面谱上的涂装也是非常的精美。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套，同样开窗式设计。那这套的3个角色分别是项羽、孙悟空、蒋干，表情元素和面谱元素的完美结合，毫无违和感，反而还有点萌丑的感觉。这个系列在当时发售还是个限量出售的，每一盒里面都有一张编号卡，告诉你这是第几套。这盒是曾经开封过封胶，咱们拆开瞧瞧。内包装也有类似 robot 魂的塑套设计，保护的相当到位。卡片上描述是一共发售了1000套，这手上的是第444套，估计是数字不喜欢，所以卖家才转让出来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拿出同系列的2个小伙伴来显示一下。这个是模仿精神力高达设计，后面的 PP 点是全系列的共有标志，每个角色都有，所以叫 CI， 就是粤语 P 眼近似音 S 眼。那手上拿的这个是查理王的联名款，听闻是当时查理王在便利店搞促销活动加购的盲盒的随机一款，除了帽子可以脱，双手也可以摆动的。好的，接下来和12卷拍2张吧。